今天啊天气不好，这个我们檀香那边小区的一个哥们儿啊，好哥们儿啊，他在这个观海亭涛小区呢，有一套房子啊，想出手了，让我过来帮他拍一下。往哪边走，哥们儿？往左是吧？左转啊，左转是几楼呢？一楼。是一楼是吧？带个小院儿。还带小院儿啊？这个小区是咱们银滩啊，这个三线的一个。相当不错的小区啊，过去也算是高端小区啊，据说当时的话房子是挺贵的啊。这个小区我也有几个朋友，还怎么走？走到头左转。走到头左转啊。好嘞，这个小区有些艺术家啊，专业的摄影师画家啊。往左拐。小区啊，就是，是依山而建吧啊，还往哪儿呢？直行。直行啊。右转。右转了啊。嗯。好嘞。看小区入住率挺高的啊，看这里的车辆，哎，还有一个位置，我给停了个车。哥们儿给我开门去了啊，他这个，比较低调啊，不愿意上镜啊，咱拍了个背影啊。这个小区这个入单元的大门还挺大的呢啊，这是一梯三户。进来以后先把灯给我打开了，再进来看看啊，这是一个多大面积的呀？68平米的，二居一居啊？一居。啊，一居室啊。哦，这是卫生间，一进门以后右手一卫生间啊，明卫啊。这个挺长的啊，然后过来后呢，这就是一个客厅啊。客厅也有窗户啊，哎，这种户型在假日海景的话是个二居室，也是这么大面积，69平。这是厨房，非常新啊，好像没有住过，没有用过似的啊。你看，这个燃气这个表还没有装呢啊，但是房子是我觉得是个新装修的吧？对，新装修的房子啊。是的。哦，哎呦，这个装修的不错，这个这边这个卧室特别的大啊，比咱们一般的二居室啊几居室的卧室要大多了啊，因为它是一居室了，一居室还是一楼带小院的啊，暖居啊。这个床还配了一个垫子啊，哎呀，这阳台挺宽的啊，看这个多大的砖啊，这是60的还是80的砖啊？反正一米四五啊，那个样子啊。再看看啊，这好像是新断桥铝的，断桥铝啊，不错。院儿不太大啊，但是有一个院子和没院子就不一样啊，因为它毕竟一居室嘛。再看它院子吧啊，地势高啊，这家还曾经还有人是不是邻居在这种啊，种点豆角和葱啊。这是西红柿。他们这边的户型呢都是一户一家的，都不大啊，都不大。咱们再过来看看啊，这个几层，大概是6层吧，6+7，要有阁楼就是6+7啊。外面看一下啊，站在外面看一下这个门啊，就这样子的窗户啊，这是前面，就这一节又比上面一节楼要。相当于他的二楼，一楼相当于他的二楼。像这房子的话，要是卖的话，多少钱呢？打算？现在的行情呢，要18以上，但是我这个17.6万就把它打算把它出了。哦，17.6万，还有没有还价的余地啊？聊聊。可以联系。哦，因为现在这个咱们银滩的房价吧，透明度很高，我看基本上是。我打听过，他们中介出的价和实际成交价呢，差不了多少。那怎么联系呢？联系打个电话，184。0630。0630啊。1656。1656是本地的电话是吧？嗯。哦，行啊，到时候有那个喜欢看上的话，直接和你联系就行呗，是吧？哦，再看一眼啊，这房子就是这样子，这个南北通透啊，一室一居室的啊，一室一厅，
这个应该是算拎包入住了，买个被子买个什么就能住啊，但还得要配点东西啊，配点锅碗瓢勺之类的。